轻松俯瞰整个洛杉矶，拥有一个偌大的回旋镖泳池。 NBA 最顶级的豪宅到底长什么样？这是詹姆斯在洛杉矶最顶级的富人区比弗利山庄购买的一套房产，这套房产也堪称 NBA 最顶级的豪宅。豪宅整体占地面积达到了1486平方米，这座房子拥有6间私人浴室和10间超大卧室，在这里你可以鸟瞰整个洛杉矶的夜景。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这间房子的内部。可以看到这座房子可以直接把车开到家门口停放，穿过走廊可以看到一个回旋镖设计的泳池。房子整体采用极其现代化的设计，肉眼可见的地方几乎全是用的顶级大理石瓷砖。你们看，单就詹姆斯的客厅就有100个平方，客厅里有一个超大沙发和一台钢琴，墙壁上还有篝火特效。连接客厅的是一个超大阳台，在这里可以俯瞰整个洛杉矶，同时詹姆斯还能和家人尽情享受阳光的沐浴。当夜色降临后，这座人工泳池会更加炫酷，而且在泳池的中间还会有一个巨大的圆形会客区。走上楼后可以看到二楼的风景更加亮丽，视野也会更好。在房子的另一端还有一个很大的阳台，同样可以享受日光浴。在房子里还有一个巨大的酒柜，作为红酒爱好者的勒布朗应该经常过来品酒。在房子里还有各种各样的训练器械和保养设备，看来詹姆斯真的是一个极其自律的运动员。在晚上你只需要坐在客厅里就可以一览整个洛杉矶。整套房子虽然是开放式设计，但是它极高的地理位置让它的私密性大大加强。其实从房间的设计可以看出，詹姆斯是一个非常自律且很为家人考虑的好男人，他的大部分设计都考虑了家人和实用性。从贫民窟到 NBA 超级球星，詹姆斯能拥有这套顶级豪宅绝对是实至名归。最后，在你心中，这套豪宅算是 NBA 球员里的天花板吗？